差不多是安尼啦。以前传统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当初嘛，拢总无，拢总是爱话干，那基本功啊，吼，是连贯的。啊，即马是拢用国诶，什么意思？是开除啊？那边昨天那个张，哇，那个工作量太大了，跟人工是不能比的啦。市场，从那边市场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花莲的玉里，阿伯来这边参观那个冠军米的培育中心，然后等一下可能也会尝试一下割稻哦。从车子那边，大家早安。
你开也无话成本太高啊。你买台成本才管呢，就这个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专业话啦，那就会挣啦。三百五十万呢。啊对。这台车到。面积大的也不行啦。六百五十万。三百。就是要产量啊，产量也不行啦。就是要从后面的生意人去做一波啊。哦，你啊，你后边规定要做什么咯？那就靠你啦，就对啦。你盖好正，品质盖好，无一定讲你会赚钱啊！啊，你做盖快是了愈多，意思就是安尼来，主要就是摕袂出去啊，食的落放袂出去嘛。哎，交易成货币以后才算数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当然的啦。那、啊、这个投资了半年以后，还靠老天爷呢。最近天气不好，你看一直下雨就不好，涨得不好。最刀热病，刀热病，最刀热病。哦，盖抽税以后，这个就算最刀热病。它回的话，这个是气候了，空包的。它这个天气温度太低，不会受损。哦，会。它那个完全没有你的养料啊，有机也带下去，会比较臭，会垂下去，都不会。对呀，这个是气候，这个是气温。对对对。如果超级台风面来，我们气温落跌18度以下哦，它就不会受损。有出无人带啦。哎呀，看看。无必啦，无必，18度以下。这种这有出无人带。它说嘞。成熟期的一直落雨，那落果就相当严重，那头拢落掉去啊。所以讲，按照土啊，就叫土啊多。也无啊多，倒肥，倒肥啊，不是倒肥啦，倒肥食啊，这无心情爱食嘞。做功夫，做功夫。所以讲，这个物件哦，也是靠老天爷啦。哎呀，啊，不一定。像我们这个，你问问李大哥哦，他是我们这边玉里的前辈啦哦，他种稻种了三四十年哦，不知道他十几年了，从小就种植水稻的，到现在。老板，你再割一些给长江夫人，他也是有参加过这个群众竞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请老板再割一些好了。哎，你去挂一挂。当做是我稍微。那我们摄影，我们到那边好不好？啊，我请市长跟夫人报这个，然后给我们一个画面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子拍起来，前面跟后面是中央山脉比较漂亮。刚才农场主人有说，这是稻田这个主人有说，这一台割稻机要350万台币，好贵哦。有山啦，对啊，要拍山，还要山啦。我们要不要再从那边拍一下？这边接哪一颗？啊，你要这边一颗吗？啊，是的。要你要那边吗？太远了。现在阿贝跟那个佩奇在站在稻田的中央，然后摄影记者跟摄影师都在捕抓画面。就这边看过去，后面有那个山啊，还有山岚，非常的漂亮。带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边的冠军米哦。大家有来过稻田吗？这个稻田有一个香香的味道。然后刚才那个，刚才这个农夫有说，这个种稻是很辛苦的工作，也是看天吃饭啊，就是温度啊、降雨啊，都会影响他们的收成。他说，就是因为那个气候不好，
所以这边有一些米就是有了那个稻热病。稻热病的话，那个稻米的那个米穗啊，就是空壳，就里面没有米粒这样子。阿北现在好像要学如何割稻，但是没有准备手套，所以不知道他等一下怎么割。有进步了。这个画面有跟熊赞搞在一起。熊赞也要变农夫了。哟，这里的气氛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哎，帮我弄一些照片，我要放打车去放在我们捷运站的。好，谢谢。市长，你先不要戴帽子，弄一点没有帽子的好不好？我要放捷运站。在讲吗？多拍一点，快点。他们要不要？要从这一面，要站这一面，这一面站才好看，这一面才好看。哇，好珍贵啊！看危险，看危险！小心，是这样吗？哎，老板，他走过来了。田野种的阿北，田野种的阿北。现在阿北就在我一公尺前。我们田野种的阿北。这边因为有那个秀姑峦溪的水灌溉，所以就是稻米会长得特别好。那这边也是那个冠军米的那个育成的中心，这样子。时尚便当好像是台东的啊，这边是玉里，玉里是在花莲的南端。你看一下佩奇是在学割稻哦。割稻 OK 吗？啊，这个本来就不专业了。哎呀，这样他才有风。好，小心爽，小心爽。会虐待稻米。哈哈哈哈哈。已经很厉害了。不要玩，不要玩了。专业的人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好，来，我有标准动作。对对对。我们有标准动作。大姐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不戴手套哦，不行吗？要不要他们炒你？低温时间可能要抓一下。看一下机器，这个来刺激。这个来不及了。来我没有，现在在示范那个用机器割稻。大家有看到吗？那个速度非常快，就把稻子割好了。农夫说这个一台割稻机可以抵一千个人力割稻，所以真的很厉害，机器化的。
那这个是现在用那个超大型的那个空拍机在撒农药，超大型的无人机，然后是要用那个遥控器控制。大家早安哦，我们现在在花莲玉里，阿伯在这边参观那个有那个稻田，这边是冠军米的那个基地哦。看到这种割稻机就会想到变形金刚，不知道这一台可以变成怎么样的机器人。这个割稻机应该是日本的品牌，因为上面有写 Japan 7123，所以应该是那个日本的牌子吧。大家可以看看远远的山上有很漂亮的山岚哦，那稻田跟山岚这样子交映之下真的是很漂亮。哇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哇，好大台哦。机械化的耕作啊，真的就是节省了很多的人力。很凉哦。
我想要加水就好了。有一个是黄启佳，黄启佳哦，黄启佳是我的一位国民党。你阿爷我怎样怎样，然后我做鬼。你嘛是做做做做做，你嘛做做做做。啊，那个是谁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树吗？凤凰花开，毕业的季节，那个就是凤凰花，凤凰树。这一台要130万哦，好贵哦。这一台无人机，遥控的距离可以长达2公里哦。我们在这一台前面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董事长一起，董事长一起，来一起一起，代表一起，小妹，小妹，各位各位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来台湾的，台湾的骄傲，科技农业来看这里，来一起比一个赞。大哥你好了，我们往后退一下，再穿进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。大家看一下他们这边。这个地方是。对对，不好意思。看到的地方我们就。等一下来，然后我们先去大路上。不，就是这个炮。我一炮的骄傲。谢谢。哈哈哈哈哈。对对对。美丽啊。美丽。那么早。这个可以洒水洒农药，应该也是可以拿来做那个消防的那个无人机使用，如果真的有那个高楼然后就是有火灾的话，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喷那个灭火器里面那种灭火的气体啊，所以应该是可以一机多用。这个是升降机，
这个流程哦很多了啊，我一一的跟你介绍。干燥以后，啊，我们就是储存，储存时间较长，那边有那个冰箱。冷藏，它每天都睡在那个常温下，在10度到13度，嗯，保鲜。现在人吃的像人住的没有那个你吃的那么好，所以公馆的全部就说你说。谷子收割起来以后，烘干以后，烘干以后，下一个流程就是到冷藏室去睡觉啊。放在这里哈，因为这个温度高会变化，口感就会变。对对对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做的冰箱花了好几百万做的那个冰箱，那个最高纪录最经济，它不是很宽嘛，可以放差不多100多度，几度？我设定在10度到13度，它有它的保鲜效果。那它控制湿度。有，它有可以给你调整。啊，一般棉米厂它的温度是设定的比较高，电比较省。啊，我们就不惜代价，为了我们的品质。啊，但是呢，我的东西，我不会网站，什么都我通通不会的，我只有工作而已啦。啊，我米怎么卖呢？简单再说明一下，就是卖口碑的啦。口耳相传。对对对对。而且这销量也是蛮大的。这有没有要运作？要，哎呀，一个流程来，哎呀。现在我们要吃的米，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碾制。谷子倒进去以后，现在就是把谷子倒过去，哎，经过蒸箱机提升到谷子里面。风干的，这个风干的好像在打谷子，打谷哦。会浇到一根米的啦，你要看一根米就在这里。因为我们是卖口碑的哦，因为现在市场可以比较的。在这首先你到时候采点什么地方，你再加热米的卖。我们加热，他八十块钱啊。哎，这光我那太少了，一个够了。这块把你米卖低也不少，八十块钱。没有一个清楚给你了，我都不清楚了，就是他这个上面有一些。你现在在看？给储存桶，啊，行嘛哈？啊，现在流量到我的打火机，啊，你给它按一下开关，它就自动打火了。那这个步骤哈，全部都要开。前面那个玻璃箱打开会看。那个出去了，哎，给市场启动。后面先看，这个是打理，那个脱壳机，没有脱壳而已，没有脱壳啊，这个都已经设定好了。
假矿买多少？是天下万事。小董，小董，小董，完成。市长会很香吗？味道怎么样？把它捞起来嘛，这样就可以。啊，对啦，市长，哎，嘉庆，嘉庆，一分钱一分货。看一下这里，来来看一下这里，哎，夫人一样，哎，对，就这样捞起来，来，看前面捞，看前面捞。好 ，OK 了吗？其实一天啦，搞完食一碗饭，阮拢面都无地方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三七姐，三七姐，还有194姐。严贵，严贵。不对，我跟您介绍一个品种，这194姐十一年前哦，我是这个台中的这个农技所呀，一个是许志胜博士的研发的。哦，我栽培十一年了哦，我就摕去一份比赛，一连续四年是得到迄个海外组的特别优秀奖，连续四年，2009到2013，哎，他的评价相当高。啊，咱容易带的小农哦，小农户什么呀，咱们都卖这款品种。因为外面都是萝卜吧，很 Q 的，很好吃。我们习惯是超牛的口感，是的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一人啃一口，看你知道。啊，等一下哈，各位听众，有一点那个什么，大家比较一下。阿伯刚才有说这个米很香。啊，日本的比赛方式呢，是给消费者。不一定说你吃的好吃，我吃的好吃，是给那消费者去挑选的。吃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哎，各位记者媒体先生啊，我们李大哥李文华他准备了50份哈、哦，那个小包装的，回去品尝一下。那边我上面有电话哦，可以来订购。啊，在台北市哈、哦、有在家乐福有卖。哎、欸，啊，那个地址哦，是写真什么？1494，这个是1494，哦，有没有注意啊？有，我们现在是1474的。这边的米在家乐福有卖哦，所以可以在家乐福买到。你问他吃起来多好怎么样？叫什么？叫做好多米。有一只熊的标志哦，这个是高雄1474的，就是1474来的不一样。好多米来自玉里，也是这一次新的，对对，很可爱的包装哦。这个一二三米都是对对对，都是台湾比赛的哦，都是他的。啊，所以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技师啊，他们来看这一个。
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弟弟就是还在台北，就是把他的三百多都全部没有只能打电话跟宅配，所以可以打电话或宅配。OK， 李文煌农业企业社。OK， 这边有个订购专线09032521387。产地在花莲玉米哦。只有小鱼。还有等等，外面没等等，单一等等，单一笔是应该是有的。阿伯现在在吃紫米哦，紫米也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稻米。就是你会把它就是白米会糙米，然后再加一点米油。我给你透露一下啦，那一种米啊是最低级的啦。你说紫米？不是紫米，那是糙米。我们说那个紫米，我就自己买那个糙米啊，然后煮的时候加一点。哎，这边呢，加一点单一的可以啦。然后那个再送的。那有那个味小吗？都很好炒，吃掉再买完再来。都给我们减脂啦，那标榜的一整米不见得是吗？这个是差不多得到一整米，它的标准是99.9%啊，这个成几乎差不多将近90%啊。啊，但是我们卖的价钱也不高，这只有在尾巴，啊，系统。他还不知道变东西吗？三倍，100公克的重量，两公斤。各位记者媒体先生、小姐啊、各取一包啊，回去品尝一下，大为宣传一下。玉里出产的好米哦，叫做好多米，有一个熊的图案。来，麻烦一下好不好？哎，这熊赞的。哎，这熊嘛，你不要娘，后边要出来。你不要，那个人。平科大要嘛，什么两只脚去绑，因为这起码惊吼，再来个肥的。对啊，就是台湾一种啊。嗨，那我们来试一下。金牌，金牌。来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蔡部，等一下哦。蔡部，蔡部来，蔡部来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还一只，还一只，来。哎，蔡浩。好了，我们另外一只手比个赞好不好？这么好的米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来，谢谢。好多米是我介绍这里的地理环境，不是米很多的意思啦。好风好米，好哎，好地方，好风景，好风景，好来，这样可以广为。那记者媒体先生可以过来自己自取哦。谢谢啊，谢谢。那弄到车上去就好了。吃一口。在家乐福的吗？这个米的味道非常香哦。那很重嘞，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可以吗？60公斤呢。哈哈哈哈哈。家乐福是哪种鸡的品牌？哪家老鳖？家乐福。那这个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直播的时候再开直播哦。